杨全，是，谁开的枪？啊，长官，是，来这边，是他开的枪。带走，是。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，应该是他杀，也不一定。我认为自杀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。我还是坚持是他杀。走吧。 哎，老狗啊，狗组，你别狗狗狗的行不行啊？啊，把那组长连一块说。狗组长，这个案子。 慢点啊！晚上过桥小心。报告队长。啊，什么？是真的？是。快走！好，我知道了，上车吧。长官，我有事向您报告。我车上哪里啊？ 什么事儿，长官？您今晚就要去军警线稽查处吗？是啊，本来今天下午就应该过去的。那我劝您今晚别去了。为什么？黄处长，他刚刚死了，是枪杀。那我就更应该去了。长官，如果。 您是为了这条交通要道而来，如果您是为了这仅有的国际陆上大通道而来，如果您是为了给这中国抗战书写的大动脉而来，我劝您今晚不要去，不要搅进这是是非非的大染缸里。我请求您，一个做事还算凭良心的老兵，请求您。 我问你，今天下午为什么让地方商会的车队优先通过？长官，其实您拿枪指着我的时候，我心里非常高兴，我盼望着干实事的长官到来。以前没办法，迫不得已，所以我劝你，长官，干干净净的开始，不要搅到以前那团乱麻里去。你等个两三天，等到这事消停了，跟您不沾边了，您再过去。 别搅在里面，这是卑职的一句忠告，请您务必相信卑职。好，我就领你这个人情。今天晚上就在这边就寝。那是临时指挥部，我的行军床，给您睡。好，带我过去看看吧。 你一个人来的？前舱在外面。总部来电，明天午时，航空兵将再次行动。白天引导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，没等飞机引下来，我们就会被发现。你的意思是？通知总部，取消行动。嗨。这些是吃的，你们继续留在这儿，等待坂田的特遣队。 小川君，你跟我走，现在。什么行动？炸浮桥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为天皇尽忠了。你让小川一个人去。
再说炸药呢？你弄到炸药了？不需要炸药，今天晚上在伤兵当中隐蔽下来，明天再行动。而且我了解到明天有一队军车通过，上面装的全都是炸药。小川军，就看你的了。はい。失礼します、閣下。入りたまえ。山田より連絡が入りました。1、閣下が本日浮き橋を破壊する用紙にて許可を得たし。2、酒田部隊の応援を催促す。必ず浮き橋は爆破せねばなりません。奴の通信機は電池が切れかけています。この件に関して全決定権を閣下に移譲する。指示を仰がんでよい。すぐに俺の命令を伝えてくれ。途中にいる坂田に打電しろ。行動速度をもっと早めろ。48時間以内に必ず合流地点に到着し閣下を支援せよ。はっ。刚接到电报，长沙战况紧急，上峰指责咱们浮桥运输能力太差。上峰说了，不管有多困难，全力保障前线。来，帮我看看，看看有什么漏洞。可以啊。哎，炮营在哪儿啊？浮桥上方50米。开的枪，啊，长官，是，来这边，是他开的枪。